生活该是什么样子。享受独处，将喧闹生活调回喜欢的频道。保持自律，用简单方式成为更好的自己，解锁惊喜，在平凡日子收获小小的满足。发现美好，以惬意姿态探索缤纷的世界。生活就要足够随意，横竖畅想，探乐不断。探乐派，长腿大平板，横竖都方便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